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悲智印记。走入佛典经藏中，人都在寻找自己的道路，透过自己的因缘闻法行道，看见每条路上不同的风景，为的是探索生命的意义，发展出属于我们自己慧命的地图。有个人脉学的理论是这么说的，如果您想要认识世界上任何一个陌生人，平均只要透过4.8个朋友的介绍就可以接触到他。身处在网络时代，我们随时可以透过各种网站与交友软体认识比我们实际人际网以外更大量的人脉。然而这些交织在我们生命之中各式各样的缘分，因为复杂的背景与因缘，最后会有不同的结局。我们能不能够从缘起缘灭之间，从他人身上得到借鉴与收获呢？我们又该如何随缘尽分，尽所能的广结善缘？环保站、事务所、工厂、家里的客厅，只要有法，无处不是道场。在道场中的修行方法很多，其中一种就是一起读书，找社区邻居、亲朋好友一起闻法，让书香、法香、德香飘散在邻里之间。诵开经偈，人人专注当下。这个社区道场是台中太平某位志工菩萨家中的客厅，十几坪的空间挤满40几个人，空间不大，但是每个角落都充满求法若渴的心。你们这读书会呢，有一个很闹热，让大家感觉这条巷很欢喜，所以有的人都说我们要来参加，我们要来参加，我看参加就很简单，你来这听就好啊，听久我们就那个心得啊。听久了自然法入心，有心得的还有这一位社区民众陈伯明。刚好经过这里，看到这里很多人很热闹，我就很好奇的问师兄说这是什么活动，那师兄就告诉我这是读书会，因为之前我还没参加读书会之前会跟爸爸妈妈大小声跟顶嘴，学到要行孝。读书会中学到的道理因人而异，不变的是大家一起学到如何关怀法亲，分享法喜。无量寿，祝法师姐祝福你。读书会里的 call out 是打电话给今天缺席的同学，祝福他能早日回到一起读书的行列。来参加读书会的每一个都是善的种子，我们一定不能用太死板的东西，还是说太死板的方法让大家说哎，一次来听这个法哇，好好哦，下次能够会再来。所以我们这个读书会啊，真的是越来越多人。志工们用心设计有趣生动的读书会内容，把法融入其中，让越来越多人懂得佛法的好。社区菩提林立，
珍惜一份共同闻法的因缘，同行菩萨道。台语有句话说，无缘无缘大家来做会，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场所，只要用心，道场随处可见。在道场中，我们闻法也从人人身上的大藏经参透佛理，所结的法缘都是值得一辈子珍藏的资粮。今天在摄影棚里来了两位总是能够把握而且能够积极创造好因缘的师姐，他们在社区邻里之中带动大家从自己身边的人开始，用法水广结善缘，传递善念。我们首先欢迎来自台中把很多人的家变成社区道场的徐木莲师姐。木莲师姐您好。江英师姐好，全球的观众大家好。接着是来自我们台北板桥承担读书会导读人的怡清师姐。怡清师姐您好。嘉欣师姐好，全球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想首先要请教木莲师姐哦，是您怎么那么厉害，把这么多人家都变成社区的道场，当初是什么样的一种想法，然后做这样的一种推动，那中间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挫折跟困难？当初我们在发展要这个客厅集市道场的当下，是因为有听到圣人的一个开示，圣人曾经讲，他说哎，我们是法可以落实到我们各个社区，在以我们的日常生活来作为一个结合。那我就想到一个，就是小时候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讲大肚顶遐吼，啊，甲遐阿公阿妈啦、阿伯阿姆安尼，规大顶甲家己家同辈的啦、啊孙子安尼吼，规顶底下听讲。好啊，我就想到说，哎，那这样子，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社区的当中啊，找几个点啊，师兄师姐他们家的客厅来作为一个道场啊，大家感觉讲，哎，啊，伫伫边边啊，伫咱道府金牙啊，让大家能够说，哎，就近来玩法。那我就师兄师姐他们家去询问当中，那刚好师兄师姐他们家刚好是一个同修。他们都是同修，那同修的当中在推动这个法的当下会比较顺畅，那他们都没有跟我说一个 no 字，那就这样的因缘之下，那我们就规划，然后一个点、两个点、三个点，那我们一个社区就一星期当中就四个点读书会，就这样成立起来。我们有的点左邻右舍当中，他觉得说啊，恁是伫变虾米嘛？哎呀，一大群来啊，他就在看的当下，本来他是以一种拒绝的心嘛，拒绝心，然后后来他看我们哎，一路这样走来，已经将近了那么两年了嘛，那呢，哎呦，慢慢他自己就会主动想要去了解，想要去然后后来他也主动的来接受了，那甚至我们有一个师兄啊，一不来这婚事啊，那后来他结束之后，那改为那就是素食的部分，那素食的部分比较不熟悉，他就自己还去上课。然后他自己还去考证照，是哦，那去做各种不同的料理来。那他大家就觉得说，哎，我来家大概能做轻松，来家做感觉做快乐。哎，你莫停哦，我要再来。假如说街坊邻居跟我们有很好的互动，甚至是我们的法亲，那是一个多么令人安心的一个祥和社会。是，感恩师姐的分享。那怡清师姐，因为您每周这样带动社区的读书会，其实，您也自己在体现经文哦，以是因缘成菩提，安乐人文多利益。那您在实践这句经文的当下，我相信你有很多的体会。我刚刚听了师姐他们的那个读书会，让我真的好感动。因为虽然我没有到过他们的读书会，但是呢，我感受到那份就是上人常常在赞叹说，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的是一个那种，大家邻里的互相的那种温馨跟人情，以及发自内心真诚的关怀。我觉得师姐他们就是真的是做到，让所有来参与的菩萨，他们不是因为被邀约而来，而是真的是感受到那份法喜，因为当初的那一份心，所以他们把人跟人之间的那个缘结起来。我觉得他们就是把握了一开始的那份因缘。那让我更感动的是，不但他们把握因缘，而是恒持那份善念，也就是无量其实又回归一。
那个一就是当初的那一念心，他们又把那份心紧紧的扣住，即使他们的那个道场不一定是很大的道场，也许他们都坐到客厅外面，可是我觉得那份凝聚力是很深很强的，就是说他们的缘，我觉得结得真的很好。然后如果有菩萨没有办法到，他们会去主动的去关怀。那我觉得那份心，我相信是让每一个参与者很感动的。所以那份真的是很淳朴的美，我觉得在他们的读书会让我感动到。就是以世因缘成菩提，就是有这样的因缘我们就把握，然后善用这样子的好缘，我们愿意传递正法，对，然后就是菩提可以灵力。其实怡馨师姐，您在带领读书会也是这样的一个信念呢、啊。我个人是觉得我很渺小，我也很惶恐，因为我觉得，也许我一开始在读书会里面，我觉得最感恩的是我，成长最大的也是我。因为在读书会里面，我可能是那个年纪最轻的，可是，因为我真的非常感恩我们资深的吴美丽师姐，她是我们江翠区的复合器，她带我就像妈妈一样，她在我人生最惶恐、最低潮的时候，他跟我说，你就来带读书会，然后他布施了他自己的办公室，然后他负责邀约菩萨，然后让我能够全心的、专心的去体会上人的法。我觉得那份坚持是我要感恩的，因为读书会是我一个人没有办法成就，我要感恩美丽师姐的。让我有这样学习的机会，我更要感恩每一位来参加读书会的菩萨，因为有他们，我才有学习的机会。我觉得是美丽师姐的精神，她告诉我们说，因为常常遇到大型的活动，很忙。那比如说像五月浴佛节，一定有好多的师兄师姐要去，比如说他承担各种不同的功能，那很多人没有办法来参加。那美丽师姐一贯的坚持就是，我们从来不休息，只有改时间。也因为这份坚持，让我们大家那份恒持力会觉得有读书会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个礼拜大家共同凝聚的那份道场，我觉得跟自己在家里读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一起来体会上人的法的那份道气，所以我真的是非常感恩有这样子可以学习的机会。感恩两位师姐的分享。台语还有一句话说，假后道修博，是指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而佛法就是佛陀留给我们一份洗涤内心烦恼的礼物。接下来这位法官就要把这份礼物把握因缘与人分享，就连充满是与非的法庭，他也尝试用佛法去梳理这些难分难解的恩怨情仇。困难的时候啊，会比较凶悍，尤其啊，这个当事人啊，讲话不太合理的时候。后来啊，接受上人的法以后啊，发现啊，这种困难态度的改变啊，反而更能让当事人啊，能够讲真实话。所以啊，心中有佛法，自然有办法。郭德敬法官所说的办法，指的是他在佛法中的领悟。审了20几年的案子，郭德敬决定利用自己的工作可以接触到这么多人的机会，用佛法化解纷争，也用佛法洗涤人心。口说好话，心想好意，身行好事。这一位涉嫌贩卖盗版光碟的少女，正在被正言上人的静思语。郭法官深信，每个人心中都有良知，只是被无明烦恼遮盖。每个犯错之后的人生，还是有机会重新做人。所以郭德敬做了一个创举，就是把静思语写进判决书里，用正面的力量引导出人性向善的一面。
是一缘成菩提。郭德进在引导人走菩萨道之前，其实也经过一番的自我省思。刚当法官的时候，难免会有共高我慢。那么上人啊，常常开示我们，做一件事情啊，要尽本分事，而且要多用心。用心自度，也用心度人。郭德进体认到佛法在生活中的妙用，因此开始在工作范围的各种领域中把法传出去。在公共的场所，譬如说餐厅啊、走道啊、调解室啊，我会贴上上人的净思语。当事人啊，在调解室啊，一看到那个净思语啊，譬如说这个得理啊，要饶人，理直要契合，他们都心中有感受，会到法院以后啊，他们心会比较平静。在充满是与非的法院里，要保持平静，似乎是件困难的事。当人世间的是是非非遇上佛法，转念放下，或许更是另一种可行之道。啊，人犯平常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也跟我们恶眼相向，他可能会激怒我们情绪的波动。那我们看过这些净思语之后，发现原来平心静气很重要。人家讲一句话，就是说身在公门好修行的，也对自己的心境跟一些处事有一些很大的转换。转换人心是最艰难的工程。郭德进把握因缘，逢人说法，希望能在点点滴滴的人我互动当中发挥佛法的价值。缘分来到，时机成熟，我们尽全力做好自己该做能做的本分事。缘尽以后，客观条件已经不再允许，适合的时机已经过去，我们就应该放下，不再强求。随缘尽分就是一种积极而豁达的思考。所以接下来要请教木莲师姐，在过去两年时间，您刚好随着这样的因缘，因为上人的一句话，那您开始尽心尽力的去做推动客厅即时道场这样的一种社区读书会的概念。是。那我相信一路以来，您心里一定有很多的收获跟发现吧？是，跟我分享一下好不好？好。那在这样一路的走来的当下，那我们发现到说，每个点它都有它的特色。那像我们星期一这个特色，那我们就接引了我们的那个好一位志工又静师姐，她本来就有那个慢性的骨髓炎，那她这样子的当下来到读书会，她就不再对自己日常生活有各种的怨言，因为造成她的行动不方便，她要拄着拐杖。那现在我很高兴，她本身克服了她心理的障碍之后，那她自己本身现在又有一份很好的工作，那我们也是期望她能够说，不要中断这个时常来玩法，所以这个是让我很感动的。那像我们星期二读书会的点，让我也很感动，就是我们的窗口他在联络啊，什么某某师姐志工，你今天怎么没有来？他说我的孩子生病了，怎么样怎么样，那他就会再打电话关怀。所以我们的志工大家都很贴心。那我们星期五这个场次，我们的人文推广的干事，他们就把妙所妙应整个种子全部集中到我们这个点来，作为他们吸收法的点。其中我们的妙应种子，那我更为感动，他可以把我们的社区志工就用他自己的车作为代步的工具。那个我们曾有一个社区志工的先生，本身是坐着轮椅不方便，车祸嘛，那他可以就是接着他全家的人都来这个读书会这个点。所以我们就是说因为把握得好这样的一个因缘，那又能够让大家就近玩法，所以能够就近恒持不断这样持续上人的法。就近闻法其实是可以影响很多人的，对对对对。然后佛不在远方，真的就在我们的心中。灵山法会不散的话，我们一直都可以就近亲近佛法。是是，感恩师姐啊。怡清师姐真的您在这个社区里带动整个读书会然后我相信也有很多的内心风光的成长，那是不是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因缘要怎么样能够成菩提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要把握那份姻缘。那上人常说，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一个人无法做天下事，所以我们要集合大家的力量，凝聚大家的那份善念。那最重要是，要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的坎坎坷坷，一定有很多的考验。那我们要怎么跨过，要怎么度过，就是要运用上人的法。那有一次是有一个师姐呢，在读书会结束之后，她拨了一通电话给我，她说：“怡清师姐，你有没有空？她想要跟我约时间，她想要跟我聊聊。”然后我说：“师姐，可是不好意思，我明天很忙，我可能没有空，我跟你约后天好吗？”那她就说：“好，那我们约后天。”那到了后天，我想要跟她碰面的时候，她就跟我说：“不用了。”我说：“为什么不用了？”她说：“你那一天读书会所分享的东西打到我的内心。”他说那一天其实他很苦，他有好多好多的结打不开，他想要跟我聊，可是刚好在读书会的过程当中，他听到我的分享，他觉得触动到他的内心。其实当场我听到他分享那句话，我很感动，我眼泪要掉下来，我抱抱他，我就跟师姐说，我没有感觉到说，哦，原来我的体会你也能接收到，然后我们两个人的心是因为上人的法扣在一起。一次一次的读书会下来，其实我觉得是在润自我们的心田，就是上人的法是不断的在播种子。可是什么时候因缘会成熟，我们可能遇到了哪一个关，因为上人的曾经他度过我们的那句话在我们心田就萌芽，我们豁然之间就开朗。上人的法那份妙用是自己的感受才能够深入我们的内心，也因为我们深入内心之后，我们的分享才能让人感动。其实我想法入心，然后法入心，其实在两位身上都有看到哦，然后也感恩你们就是恒持刹那的那一种一念心，然后让一生无量，无量一生得到了一个最好的诠释。感恩两位的分享，感恩陀佛，感恩。如果我们能把人生在世所遭遇的一切人事物都看成是成就我们的好因缘，过程中的好好坏坏、是是非非，其实就更能够以宽容的心境来看待。在慈济的活动场合之中，常常把排定的最后一个活动称之为圆圆，用我们的真心把每一个身边的缘分圆满了。心态与观念上的调整是缘起缘灭的过程之中留给我们每个人最珍贵的礼物。今天非常感恩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